试一下，试一下。来来来，礼物太贵重了，太贵重了。妈。哎。你来一下呗。来了。咋了？仙女之家，想找仙女，找一下仙女，仙女来一下。哟，来了。哎，可以了。送给你，哇！这是我和军哥还有大靖一起做的翅膀。哇！丹姐，你走秀，你穿啥？我穿个绿的裙子，然后我想做个翅膀，但是怎么做？咱们今天抽个时间，我想给丹妈做个翅膀，明儿走秀的时候用。哦。送她一个对翅膀。好。啊，我觉得我做手工好像可能不太行吧，因为弟弟他好像是那种不太好拒绝的人，你要拒绝弟弟的话，弟弟会就是在你边上来就得来狠，就不一定做的那么细致，那就大，但是要大，保密啊，保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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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是是，你弄那个烧烤签子吗？啊，没有，他签子有，那你就搁这弄啥呀？保密啊，保密保密啊，保密秘密。Yeah, thank you. Welcome, 哥。几乎所有的女生都有装备，然后丹妈她是把那个精力放在了做西游记唐僧的装备上，然后她的个人秀上面其实就是没有什么这种手工的东西。应该让个女模特过来，去找一个。哇，雪儿姐，天哪，帮我们背一下。我天哪，这来来来，你背过来，对对，这能别走走掉了啊，对，一会儿要试验一下。沉吗？你觉得不沉啊？你走两步，你试往前走一下，你看着不沉，可以的，就转圈啊。感动了感动了，你们俩男的，哇，个人秀希望你能用得上。哇，必须，我试一下，试一下，试一下，来，试一下，试一下，来来来，我给你背，我给你背。怎么固定呢？哎呀，你起来一点镜子。来嘛，对。哎呦，厉害了！必须。小精灵。礼物太贵重了，太贵重了！哇，太厉害了！好看，爱你们 ！I love you guys， 哇 ！I love you， 哇！哇，厉害了，我要震撼全场！穿着我的粉色球鞋。太好了，正好我的衣服是粉的。哇，对，可以当你玫瑰花的绿叶。哇，精灵翅膀，那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。哇，太厉害了，觉得他们可以感受到我给予他们的爱吧。哇，